台湾的美国商会今天发布今年度的白皮书，对着政府提出一寡建议，有哪指出对着台湾的能源发展感觉烦恼，头一项就是爱政府确保用电确实有够，嘛希望政府会当提出明确的规划。在啦，台积电股东会顶关股东提问上者，不是公司未来发展是烦恼电的基地。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台湾的政府认为我们电是够的，那我们只能相信他了。除了台卡一阵笑声，外界同款要基本，国内绿色电源供应是不是充足？台湾美国商会发布自2023年台湾白皮书指出，台湾虽然大幅调整能源结构，但过进度依然落在后边。台湾的这个未来一定是需要更多的电的，所以不是现在的问题，从现在开始要看的是将来的问题。将来的问题怎么样子能够符合台湾全方位需要的需求？它需要跟我们业界呢做更多的沟通。确保供电充足，正做今年白皮书焦点的议题。商会指出，政府需要采取精简而且稳健的行动，提出明确规划蓝图。不过，同时也肯定台美双方在七月正式签署21世纪保险倡议修会协定。我们非常高兴已经看到正式的签署，但是签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milestone， 但接下来要怎么样来落实，怎么样来执行，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更多具体的蓝图跟时间表。台湾美国商会在去年所提出的102个议题当中，只有8项得到解决，所以商会也希望近期之内增加委员会和相关主管机关之间的会议沟通频率。记者综合报道。